车站前面的货场那边，整车其实在过去中间那一段嘛，我们吊车的时候，第一个地方吊车的时候撞到那个二司机，所以他是没有发那个那个好像没有过一次保卫。
Thank you.
蛮久的，所以你那年至少1950年代才有这种炮制的，可能是比较真的，新的根本就已经算古董。那个月台以前是卸货月台，卸货的。以前那时候有人就说直接把这个地方北京族，哎，什么？北京族啊，不一样，这边不一样，这是后来。对啊，因为你车道。车道是在那里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是在那边。这个应该这边是货场的。货场。这边的上下车的人多吗？应该都是通勤，应该还蛮多的。我说这边上下车的。因为这边好像有一个学校的样子。哦。然后刚好又要进内湾。啊。就内湾是在这边转进内湾了。那我跟。